他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对，我刚才就想说这个年龄差，从何到趴这个年龄42岁到萨这个是64岁，他们相差22岁，再往上倒井跟他们差22岁，所以你们的曾祖父可能就是我是他们太爷爷，太爷爷，太爷爷。那个儿媳妇儿，真四世同堂。那我是。你就是我的父亲呗。那你是他大爷，对不？我的天，这太猛了，这个。